兄弟们，前有淄博烧烤，后有贵州春抄。你要说现在最火的地方，那一定是在贵州的榕江县，因为著名的春抄联赛就在这里举办啊！就这种活动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接下来我就要奔袭1000公里，从武汉出发，途经10个半小时，带大家一起去感受春抄的魅力。现在我已经到了榕江县啊，太火了，兄弟们，真的是太火了！这还没到比赛场地呢，就已经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，到处都在堵车啊。据说现在有2亿人在贵州，还有2亿人正在来的路上，根本走不动了，人太多了。兄弟们，现在我已经是来到了春抄的现场啊，太火了，实在是太火了！我去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。可以上去吗？上不去。上不去啊？那边已经过不去了，然后我们再到那边过去的。我们长沙的后花园还是很哇，这个射门啊，刚来将近120码的力度啊。我们全场一起给新农村的小伙子们加油，好吗？来，新农村的啦啦队在哪里？新农村的啦啦队在哪里？新农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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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农村。12米的距离，看一下一组三能不能做出一样的。来，一组三扑出了6-6的点球。哇，哎呀，球扑在身上，还是一脸的高兴啊，对吧？可以哈，你里面过了两个后卫，你能过到我这关。对，一扑当关，哇，爆开啊！一发球，一个轻巧的挑射。让我们把新庄村的门将下的比分来到5-0，太大逆境了！好，这一天用掌声送给我们进球的队员李方雄。可能马上要下雨，请场内的小朋友、老年朋友们，大家找就近的出口，有序离场。本次春抄联赛的收官战，冠军争夺战来自车江一村和中城村的对决。现在我已经出来了，这场春抄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词，炸裂。据说这场比赛最后的奖品啊，冠军奖品是一头大黄牛，哇，太接地气了。如果有机会，大家一定要来贵州看一场春抄比赛，太热烈了，太热情了，热死了。